文建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民间创意提案活动征件，活动分为创意点子王与规划办理庆祝活动两部分。经过评审，创意点子王有6件提案脱颖而出，规划办理庆祝活动有19件提案获选。8月7日，在文建会艺文空间举办提案活动公告记者会，由文建会主任委员盛智仁宣布规划办理庆祝活动入选名单，并颁发奖金给创意点子王。今天能够入选的大概19个案子都是经过了很审慎的一个审议过程这些每一个创意的点子都是非常好的点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未来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把这些点子加在我们的活动里面，能够一一把它们实现。为了继续广纳民间力量，第2期民间提案征件活动自即日起再次启动，收件时间至今年10月31日截止，欢迎各界踊跃参与。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